哎，杂志，这就怪了，我不记得我有订这本《荣华富贵》文摘呀。哇哦，你看看这些人过着光鲜亮丽、荣华富贵的生活，这家伙超有钱，他有个游泳池，这家伙有穿鞋。荣华富贵，我们来了。哎，0506蛇哥一年了，阿杰晚上好，今晚下谁预测一下比数？比数的话，我猜1-0或2-0吧。我觉得不会平手。老话一句，我下我是下老跟停不让分，你们要怎么下那是你们的事。没有，我跟你们讲，我的感觉是这样。我的感觉是我想要支持梅西，但我觉得法国会赢。但我支持梅西，我是买梅西，但我觉得法国会赢。OK， 懂吗？懂我的理解吗？就算今天已经踢完了，你叫我下注，我还说一下梅西。你这叫支持，叫送钱，还不如给我好了啦，闭嘴啦，屁眼怪。好歹我士卒无将一路走过来，还是0-0。杰衣服怎么还不穿起来？不是都是支持阿根廷的妈吉妈吗？没有什么好多说，衣服在这里，但等等出意外，打火机也准备好了。没有啦，太冷了，穿这个太冷了，先放旁边啦。等等冠军就是直接嘎！我自己是希望他们可以那个啦，不要有一边倒的，应该不会吧？因为我说过了嘛，因为我觉得以后姆巴佩就很像那种 NBA 那种新秀一样，那个感觉他以后他还有很多机会。梅西这个大力神杯。4年后才有哎、欸，阿杰赶紧的问一下，盔皮下哪边？盔皮，我跟你们讲啦，他上次有下法国，不过是买1-0、2-0，根本没买到2-1，又输钱喽。法国赢球，但他输钱，好爽哎、欸。AA 全该多拉几个下水了吧？龟狗鬼东都该报给他们你的名牌了吧？龟狗鬼东，就他们自己都有自己想买的，不是每个人那个不一样啊，不是我。不是看你今天在意的是什么，不是我看很多人那个、欸，其实赤足这种很大型的这种，我看很多人其实他们买的那个基本上我感觉是根本不可能中的，可是他们也在买，就是随便买一个然后给予一个支持的那种，不是有那个买那个什么比数6-0的、7-0的那个都在买的，然后说、啊、这样要赢吗？哦，没有啊，想说就买个讨个好彩头啊，买那个什么，哎、欸，我支持梅西，阿根廷6-0，老哥。干没门将都不知道有没有6-0的、欸，而且昨天最好笑的是什么？哎、欸，克罗埃西亚跟摩洛哥以防守闻名，8分钟1-1啦，老哥，干那都不知道跳去哪了。好啦，直接给你们看我们那个群组对话啦，我们这边有明灯哦、喔，绿岛玫瑰廖显廷。干你这傻小，我还没下单人像，你要不要下法国？不要再害梅西了，梅西没有那么多青春可以给你浪费。没错，苏冠宪讲得很好。干梅西已经没有那么多青春给你糟蹋的廖玄廷。喂，那、啊、怎样？微互下了没？还没啊，下哪队？我问你啊。啊，我跟你讲，你会下吗？看你怎么讲。什么？看我怎么讲？你就先跟我讲，你先跟我说你会不会下嘛？你愿意拿多少钱出来下？10000以内啊。那你买那个啊？那个？不是也就只有两个人选而已，为什么要问哪个？好嘞。啊，不是只有两个人选而已，看你想买谁啊？想买谁啊？对啊，你想买谁？都情感上面了。好了啦，靠呀，你也没在看球的，他妈还有情感上面的。那你下阿根廷吗？你下阿根廷吗？当然啦、啊。真的假的？当然啦、啊，已经买了啊。啊？买了？哦，真的假的？看你俩，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？干，你以为我在跟你玩躲猫猫是不是啊？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？干，我怎么知道？真的啊，不知道我骗你干嘛？你又不是，我又不是主头，我骗你有屁用啊！你娘嘞，奎比一直买法国哎、欸，而且还一直加注，一直加注，一直加注哎、欸！我跟你们讲，我们现在群里面的对话，龟狗在补我这边，再补7000法国，干死他的老梅西，想龟，那我不如下和局。我说，那你们两个不如去看韩妹，一人看一颗。你娘，
还他妈下和局的，冠亚就是要拼一个那个的，拼一个你死我活的了，还在那边给我下和局是怎样？啊，苏南有没有下？苏南肯定是假装下。干你娘！你真的是有够没料的啊！你下什么鬼刀？我下春联啊。写什么春联先不公布，但不是两队胜负啊，我是买平的。反正有大球才有得赢啊，没大球那就是蒙混。妹子昨天跟我赌巴西冠军，她就两个晚上听我的，笑死！她65岁前我一定能处理到一次，看谁失策了。我只能说你这把希望很大了，因为对面是魁皮下的。没有，我是希望梅西赢了啊！如果真的不行，那也没办法。哎，老板，你那个和局帮我下5000，那我明天全部算一算，你等一下传那个报表给我。有谁他妈下和局啊？谁啦？没有关系，干你的！哦，所以龟哥也下了是不是？操鸡掰，他妈再补4万阿根廷，干他妈的！没关系，龟哥，操你妈的！要很屌，你们一人各一个，一定会两足受伤，一个人开心。赏落地球衣吗？拜托人。没有，我跟你讲，梅西一定会赢的，我相信的，我相信这世代这种世纪一定是需要英雄的。英雄命就在今晚。没错，我也相信。相信你妈啦！没有下就滚去旁边吃屎了。杰，昨天我老爸 All In 摩洛哥赢，刚刚他说要带我出国去玩，我问他要去哪国，他说要去天国 QQ。先不要讲那么多，球衣先拿出来。球衣早就已经准备好了。赶紧的，赶紧的，大家都在等你。是我们老根廷粉是一定早就准备好了，不用担心了。收钱啦，宝贝。收你妈丝啦！啊，一定平手。反正我跟你讲，没有关系。你这种垃圾，干他妈都冠亚军了，还不站边，那边下和局。妈的，中立不沾。我没有不站边啊，我支持梅西啊，我支持梅西赢啊。但我是支持梅西90分钟后才赢，没有错吧？我支持梅西赢啊！好了啦，过了90分钟后，梅西才会踢进去，这样才是真正的 The Last Dance， baby。傻傻的，妈90分钟前就绝杀就结束。我跟你讲啦，介绍我们老梅西吗？不可能，我老梅西最后一舞一定是跳好跳马。好的啦，苏南，点球绝杀老梅西。好的啦，你们在说我们老梅西生涯点球没不够力。马上把你们那个老法国的那个头点破。好的啦，苏南，等一下老梅西干他妈的，你还要踢，叫他踢90分钟，干也不体谅一下，干你啊，跟姆巴佩他妈要踢到90分钟后，肖朗哦，讲那些有意思吗？啊、下和局走一个不沾，明明就是希望老梅西早就我已经打电话跟他致电过了，早就叫他把老詹那一套都学过去哦，傻傻的。妈的，最近老梅西在足球场上会散步的，你以为是跟谁学的？我请他。去跟老詹学两招。你说防守啊，防守没有就要跟哈登学。防守跟哈登学，但防守没有，防守早就已经学了。他是前锋，又不用去防守，他那是前场挂机哦。你说那个足球人有人过来，他让他过，你说跟哈登一样哦？他受伤，那后场那后卫要做事哦，那跟他没关系，他前锋。敢这样讲很有道理。反正等一下我画面就是挂了这个，然后看是。开题了，宝贝。OK， 来啊。法国进了，不可能！你快，你叫奎比滚啦！他现在叫不要来这支 DC 啊，他要带赛。哎，如果让奎比赢了，我们亏。但其实我觉得奎比那反而是最好过，我认真。盖那个法国机赢的机会是大一点点。妹，盖还不是奎比不下和局，不然我就下法国、哦。你说你要支持我们姆巴佩哦？干没有，我其实他下法国，我不可以跟他单的、哦。那我想说，如果跟你单又太欺负他，不如就选个中间角度一点。